本文风二傻原创，腾讯独家拥有，连接任何网站，以任何形式的抓取和转载，创作不易，请支持原创，尊重独家版权。算算日子，欧弟的老婆郑云灿腹中的二胎没有，今天应该是足月了。从早上开始，郑云灿几乎就开始在微博上实时播报最新状态。从早上在微博上宣布足月的消息后，就已经在做面膜。郑云灿也是要美美的迎接着小宝宝的到来。到了快11点，没有还没有想出来的意思，郑云灿还在说今天可以做一做助产的运动。对于小宝宝的顺利出生还是很期待的。不过郑云灿哪怕在孕期也一直坚持在运动，老女友还在母胎就接受锻炼，小弟也是非常健康的。中午是郑云灿又晒了营养午餐，有青菜、鱼肉和蛋羹，也是以清淡和营养为主。到了下午，连郑云灿家的猫咪欧阳妈咪也有些按耐不住了，一直黏着郑云灿，是感觉到小宝宝要出生，开始保护宝妈和小宝宝吗？本来还在疑惑，郑云灿今天都足月了，为什么没看到家人的照顾？刚刚郑云灿又更新一条微博，原来婆婆、妈妈和 JOJO 都一直陪护在身边，而且一家三代人的合影，让网友们都直呼高颜值的一家人。四个漂亮的妹妹，无论是婆婆还是妈妈，都好年轻啊，而且颜值又高，难怪欧弟、郑云灿，包括 JOJO 都是俊男美女。原来家庭的遗产业速都这么好啊，有了家人的悉心陪伴，郑云灿的心情看来也特别好，也期待着 Emilio 快点健康顺利的和我们见面哟。图片源于网络 The E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